Monuments Avenue， 往北穿过 Mount Albert Road， 就到了 Balwyn 第一名街 Knutsford Street。今天就和我一起参观这套 Knutsford 转角豪宅。房屋主体建于1919年，并非文化保护建筑，于2014年进行了全面的翻新。建筑面积540平米，6房3卫，双客厅、双餐厅、6车位，足够应对大部分家庭的需求。厨房采用全天然大理石台面设计，中央打台长4米，配备商业级的厨具，开阔的操作空间让备餐不再局促。朝东一整面落地门连接后院，北侧的窗户带来一整天的阳光。3.2米的层高让这个硕大的客厅显得更加开阔。往北150米就是 Balwyn 的公园，穿过公园就是著名的 Fintona 女校。公园另一侧为白马街，109电车及 Balwyn 商业中心皆在10分钟步行距离之内。向西1公里左右就是 Camberwell Grammar， 其他著名私校如 Carey、MLC、Trinity、FCJ 等都在车距8分钟内。Camberwell 的商业中心及火车站也只有2公里的范围，可以说这里享受了安静的生活，并拥有墨尔本最棒的教育资源及社区生活所需。整个地块平整方正，朝北临街宽度约为32.5米，西侧临街约45.9米，总占地面积约1500平。这套蓝筹房产除自住外，亦具极佳的开发潜质。我们每周会进行开放，欢迎搜索地址 6 Knutsford Street Balwyn， 了解具体开放时间或随时联系我。期待与您的相见。